无敌公子虽然是呆了一呆，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一恶而失去应变能力，因为他在那一瞬间已经决定应该怎样去应付。无敌公子一旦确准情势，一旦知道了应该怎样做，便绝不言坠，忽然出手，追命的两只脚竟被无敌公子硬生生抓住。十余年来，无敌公子是第一次以双手快过追命双腿的人。 追命心中吃的是大惊啊！他的背向无敌公子，整个人被撅了起来。但追命也立时镇定下来，因为这时只有冷静才能自救。追命把全身动力汇聚于两脚之上。无敌公子出手如电，虽能及时抓住追命的双腿，但也险象万分。因为只要他再迟缓半分，恐怕也丧生在追命的双脚下了。 致使无敌公子一手扣住这一对脚但一时间竟无法扭断这一双腿。无敌公子立时定下神来，全身功力运集于手，准备废去追命双腿。周白羽见追命的双腿被无情公子的双手抓住，也和何巴张武等一样感到全然的绝望不过，周白羽也立时记起追命说过的分头对付无敌公子的话，追命的主要任务。 是缠住无敌公子的双手。虽然现在他尽落下风，但总算已经困住了无敌公子的双手。良机绝不可失。周白羽大吼一声，连人带剑冲了过去。无敌公子临危不乱，也立时感觉到背后杀气与剑气大盛，他必然要做一个选择了。若不弃追命，他可能马上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但而今暂且放过追命，却是仍有机会把他避之于掌下的。当机立断。 正是大英雄之本色呀！无敌公子大叫一声，双手把追命甩出去，反身双掌齐发。周白羽被逼飞出丈远，追命的身子被扔了出去，向两丈外的一座土岗飞撞而去。追命乖叫，双脚功力运气少说也有四百斤的功力，是以他的身子只飞出一丈，便骤然落下来。追命一落下，立时足尖点地，啪！ 一个翻身，已落在无敌公子面前，正面向着他。无敌公子正以双掌推了周白羽，心知不妙，回身之间，追命一拳已击到。这一拳的招式并不惊奇，但是快极绝伦。追命快，无敌公子更快。无敌公子右手已抓住追命的手腕，当然那一拳再也击不出去了。而无敌公子的左手却击向追命的心口抓来。追命大惊，奋力一挣。 若在平时追命这一退，或可躲过这一招。只是如今手腕已被扣，一正未脱，但仍是避过了要害。只是衣领被无敌公子一手绝住，揪了起来。血战以来，无敌公子力战七大武林高手，不但占尽上风，而且连脚步也没移动过半寸。无敌公子一直是见招拆招，掌风过处简直是无坚不摧，而且最难得的。 还是他临危不乱、镇静如恒的应变态度。但换一角度来说，无敌公子的双脚恐怕远不及双手来的有用。脚上功夫再好，也不会好得上追命的两只脚。只是无敌公子以双掌迎战，游刃有余，不必再用上双脚之助了。无敌公子交手以来，从未走过一步错。 错过任何一次出手，浪费过任何一瞬时间，做错过任何一件事情，但他毕竟是人，人终必有错。无敌公子现在就做错了一件事，他不应该离追命太近的。无敌公子当机立断，他离追命虽近，也要全神贯注、全力对付刘毅这追命的双脚。 但将原本死扣着追命手腕的右手一松，正欲一拳把追命于掌下，追命瞪住无敌公子，满脸涨红，忽的一张口，满天花雨，击喷向无敌公子。酒，是酒，这正是追命喝酒的原因。酒是你最忠实的朋友，但，他不但可以为你消愁，让你可以诈醉佯狂。 诈癫纳福，还可以替你解决敌人。这是追命的得意名言。饶是武功高入无敌公子者，亦是闪避不及。这是追命蓄势已久的一击，其实容易破解的追命一口喷出酒以后，噗。右腿踢出，左脚之地，无敌公子只来得及把头这么一偏。 千万点的酒，一半喷到后面的一座土岗上，另一半射在无敌公子的脸上。酒点射在土岗之时,时，竟激起飞土扬尘，土岗竟已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孔洞。但另一半酒喷在无敌公子的脸上，却是立时蒸发为青烟，消散而去。无敌公子的脸竟连血也未曾淌出一滴。无敌公子也把真力汇集于脸上，硬受一击。 虽没有受伤，但已是头晕眼花。更糟糕的是，没有人能把眼睛也练得刀枪不入，连无敌公子也不例外。所以，无敌公子的眼睛已痛得一时睁不开来。不过，无敌公子是何许人物啊？就算瞎了双眼，追命等人也是极难讨到便宜的。何况他只是暂时不能视物而已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把握住时机。这正是个最好的时机。 在无敌公子最痛处时，他仍能很冷静地分辨得出有一道极快的劲力袭来。他当机立断，暴喝一声：“又右掌击出。虽然他掌发后，但他自信能先知。只要他先击中追命，追命便会整个人飞出去，那一脚自然会无效了。何况追命只有独角之地，衣领又为他所前制。 目前他虽然眼不能视，但只要能先除去追命，仍然可以说是百分之百胜定了。是的，只要无敌公子的掌力一到，天下间上无人能站得住脚桩。而且无敌公子的出手的确是后发而先至，啪的打在了追命的胸膛上。但在痛苦莫名中，无敌公子还是料错了一步。 别人自然不能接下他一掌，但是追命能够，追命竟能以单脚之地硬挨一掌，仍保持不倒。咔吧！压力太大，追命右足折断，但追命的一脚仍准确的撑在无敌公子的胸腹间，然后追命才整个人飞了出去。 追命所受的伤已是严重至极，飞出三丈许，才跌在地下，爬不起来。若不是追命内功深厚，加上无敌公子因眼睛的剧痛而功力大减，以及追命的脚同时踢中了他的话，若这一掌受了个全力击中，追命只怕要毙命当场了。而在此时，周白羽一把握时机，一剑。 向无敌公子的背后刺刀，无敌公子结结实实的中了一脚。虽然无敌公子以运功相抗，但不管是谁中了追命这一脚，不死也得重伤。无敌公子伤的绝不轻，他的身子向后飞去，等于向周白羽的剑锋撞去。无敌公子的下盘果然不稳的很，无敌公子也突然发觉背后剑气侵入，但又无法稳住身子。 剑刺到千钧一发之间，无敌公子全力向右一侧，斜地而出。他一定要保全自己的生命。一旦能再回过一口气儿，他必能将敌人一一诛灭。无敌公子陡然一侧，剑锋走偏，唰的自无敌公子左臂一剑贯穿而过。这一剑无疑等于废了无敌公子的左手。无敌公子剧痛狂呼，左肋经硬生生的把周北宇的剑夹牢。 右手反扣住周白羽的脉门，周白羽连动也挣不动分毫。无敌公子如狼嚎狂啸，右手一放，不待周白羽反应，以翻掌劈下。同时间，刀光疾闪，齐刷刷刺入无敌公子左右肋下，钉在无敌公子身内。张五和八，长短二刀，他们已把握时机，及时赶到，及时出刀。 但若非无敌公子双目不能视物，身受重伤，而左手不能再移动，右手又扬起来的话，就凭区区何八张武是绝不能伤及无敌公子的。无敌公子满身浴血，惨叫声中张，张武何八来不及拔刀身退，两颗头颅已被无敌公子挥掌砸出了半空，人头飞到半空，噗，鲜血才如雨般下。 又一人飞扑而至，白姑娘，快！无敌公子在这种情形下仍能听声辨位，一掌劈出。那人惨叫，竟不及闪避，无敌公子的右掌嵌入那个人头中，一时拔不出来。李天行已死去十七名情深意重的弟弟，如今竟牺牲自己的性命去缠住无敌公子的右掌。白心如娇喝一声，剑已刺出。 剑，竟自李天恒背心刺过，再插入无敌公子的腹中。白心如本就不是残忍的人，正如一般女性一样，她还是个很温柔的女子。但白心如也知道，若这一剑不中，她追命周白羽就凶多吉少了。既然李天恒头已被劈成两半。 怎么说也难以活得成了，总不能令他白白牺牲啊！是以白心如狠起心来，一剑自李天恒贯胸而出，直刺无敌公子。而在这时，周白羽恐白心如为无敌公子所伤，情急起来，狠命一掌，竟把无敌公子一手夹着的剑抽了出来。只是那把剑，竟已被无敌公子一身功力夹得破碎不堪。 本已变成废铜烂铁，绝不能再用了。但白心如的剑已刺中了无敌公子，白心如舒了口气，示意无敌公子是死定了。但只听远处的追命叫道：“小心，再刺，危险！”白心如一看，只见无敌公子满身鲜血，脸上狰狞，布满血丝的眼睛竟能睁开，瞪住白心如，右掌自李天恒脑中抽了出来。 白心如被这个景象吓得饿住了，一时忘了抽剑，呆立当堂。是什么力量？是身负重创的无敌公子仍睁开双目不倒下去呢？是痛苦？那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。周白羽又惊又急，百忙中一个肘锤撞在无敌公子背脊上，大喝一声：“心如，快拔剑！” 周白羽情急之下，全力一肘撞在无敌公子的背上，无敌公子竟连晃也不晃，反而是周白羽手肘隐隐作痛。别的不说，但是这一份深重的功力，已无人堪与其比拟的了。白心如闻言一醒，即时抽剑，无敌公子已是一声狂吼，一脚踢飞李天行的尸体。白心如及时将剑拔出，只是这时无敌公子的右手已急劈下来，势如闪电，力同万钧。 周白羽情急生智，即抛去手中之剑，飞扑而起，双手箍住无敌公子的右手。无敌公子的右手微微一,一顿，但其势竟仍未歇，把周白羽连人带身子背后抽起，向前面的白心如直摔下去。白心如在无敌公子招式一顿时已定下神来，无奈只是恐伤及周白羽，故迟疑不敢出剑。 同时间，一人冲天而起，大喝一声：“心如下手！”人已扑进无敌公子。惊人的是，那人竟能用一足撑地，却能一跃三丈，掠到无敌公子右侧，双手全力扣住无敌公子右手脉门，追命。白心如不再迟疑，剑势如虹，已刺入无敌公子的心胸。无敌公子发出濒死前一声怪叫，右掌击落。 只把周白羽拖飞了十七八个跟头，把追命压得直趴地上。那一掌扔向白心如劈来，白心如只听得周白羽发了一声惨叫，又闻追命左足关节嘎巴折断，掌势已如山压倒。白心如硬着头皮也拍出双掌硬接下来，啪！白心如只觉得一声巨响，自己的身子像轻飘飘的飞起来似的。 随后，便失去了知觉。周白羽只觉得一股极剧的力道把自己提了起来，直摔下去。同时间，周白羽只闻一声巨响，随后便失去了知觉。好久好久，周白羽才慢慢苏醒过来。他使力甩了甩头，只觉满天星斗。 他定下神来，才知道自己是卧在黄沙滩上。若是摔在巨石上，恐怕他再也不会转醒的。他只觉得四周一片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周白羽想努力地爬起来，但才一动身子，全身便隐隐作痛，疼得冷汗直冒，立时不敢再争动。他知道自己至少跌断了三根骨头。 他勉强把身子反过来，希望能看见无敌公子死了没有。无敌公子死了，无敌公子终于是死了。他满身浴血，一袭白衣已破败不堪，死状极其可怖。眼睛一直未闭上，他死不瞑目。这场战斗死的本不该是他的，但他毕竟还是死了。 是邪不胜正，还是运气不佳呀？无敌公子的左手胳膊几乎被周白羽一剑削断，摇荡于肩臂之下；而右手仍呈刀状。他临死前仍发出一掌，那一掌谁永远也不会忘记，那种威猛，那种可怕，当年燕狂徒的全力一掌。 也不过如此，他这一掌是濒死重伤时发出的，但一掌已击飞追命、周白羽、白心如三大高手。但可惜，他只发了一掌，发出那一掌之后，敌人都飞了出去，爬不起来。但他血已尽，李琼颓然卧倒。这一倒下，他永远也站不起来了。 而他组织统治的断魂谷，在三个月之后便完全解散了。无敌公子死了，无畏先生死了，一剑夺命师国清死了，剩下的无形书生金圣山根本不能再控制断魂谷，于是被江湖形容为四大绝地之一的断魂谷，已变成了一般的旅游胜地了。因为无敌公子死了。 无敌公子死了，周白羽才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忽然抬头看见追命，正在笑嘻嘻的看着他。追命的双腿腿骨折，而且身受重伤，但仍能坐在地上，并且满面笑容的看着周白羽。这人就像是铁打的，周白羽想。 无敌公子负伤及忙乱中的一掌，还不至真的要了功力深厚的追命一条性命。腿骨虽然折断，但在他来说，恐怕不用一月便能复原了。噩梦已经过去了，但追命仍心有余悸。若刚才那一场惊险绝伦的惨斗中，只要一丝缓慢配合有误，恐怕全军覆灭的就是他们了。 无论如何，这些赈灾银子是保住了。无敌公子是死了。周白羽忽然想起白心如，他忙向白心如望去。白心如倒在三丈外一座土岗下。周白羽仍能清楚地看到，白心如虽仍昏迷未醒，但胸脯起伏，显然只是一时昏迷罢了。若不是无敌公子以兵气绝。 再加上周白羽和追命全力相扣，抵消了无敌公子又掌一击的话，这一掌只怕马上就要了白心如的命。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最先爬起来的还是追命。只要他有一口气在，他不会愿意倒下去的。他不如他的师弟冷血那样坚韧倔强，但锲而不舍。 吃苦耐劳尤胜过之。当然，他的两位师兄铁手和无情就更加各具特色了。